YouTube， 我係 Kelvin。咁最近我就啱同小朋友去完滑雪啦，就心諗，咦，其實好多觀眾可能都冇諗過雪鏈呢個問題喎。究竟架車需唔需要雪鏈啦、啊？或者究竟乜嘢車先需要呢？咁我覺得啊，不如做翻一集嚟介紹一下究竟雪鏈係點用，或者係乜嘢車需要用咩雪鏈啦、啊。所以希望呢集可以幫到你。咁有好多觀眾可能會問：喂，我揸四驅車嘅喎，或者我揸 SUV 嘅喎，係咪就唔需要雪鏈噶啦？其实对比起究竟车的形状和外貌，或者是究竟是私家车定是吉普车，更加重要是究竟车有没有四驱，或者是究竟是用什么胎。因为最重要的是车究竟吃不吃到地下，和车的形状根本没什么关系。而且最近就算不是 SUV 都可能有四驱， SUV 都可能只有前轮驱动。所以就算你揸着 4WD drive 都好，最好都是带着雪链。因为如果你去很大雪的地方，或者很多冰的地方，架車打滑就會打滑，食唔住個地下，始終都係危險嘅，安全第一啊嘛。咁究竟雪鏈擺喺前面定後面呢？通常如果你係前輪驅動，條鏈就會擺喺前面；如果係後輪驅動，條鏈就當然會擺喺後面啦。但如果你係揸緊 All Wheel Drive 或者四驅車嘅話，通常就要睇翻本說明書，因為每個生產商都有自己指定要擺嘅位置。我呢架車就係要叫擺喺前面嘅。咁講到雪鏈咧，市面上普遍嚟講都係分兩種嘅啫，有大家好常見嘅雪鏈啦，通常就咁包住成條胎，基本上你如果 Google 嘅話，九成都係見呢種雪鏈噶啦。記住呢啲雪鏈通常有分兩種形狀，一種係鑽石型，呢度係咪鑽石型嘅？啊，鑽石型即係話係喺個胎上面嘅時候，你會見到一個個菱形咁嘅公仔或者梯形嘅公仔，又或者有通常梯形嘅，就直情好簡單。包住咗條胎之後，淨係見到一條梯咁樣，一間一間一間。嗱，咁嗰啲要小心啦，因為咧鑽石型嘅雪鏈咧，其實係防滑好多嘅，同埋安全好多嘅。甚至有好多滑雪嘅場地咧，都唔俾你用梯型嘅鏈，淨係可以用鑽石型嘅鏈嘅啫。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留意翻啦。另外一種鏈咧，大家比較少見嘅，就叫做蜘蛛鏈。咁我呢度有一條啦。蜘蛛鏈的好處呢，就是尤其是當你是揸跑車啊，又或者是通常歐洲車呢，個避震啊那個位置不夠位，蜘蛛鏈呢就只是就這樣在外面找住個胎，那就會方便你不會整爛個避震啊，因為不會伸到入去。又或者是你有些薄胎啊，啲跑車很大條拎嗰啲薄胎，你見呢個蜘蛛鏈呢只是就咁找住出面嘅啫，不會掂到個胎或者條拎任何位，因為就咁喺外面凹住，咁咧就方便同埋好保護到你架車同埋條拎，唔會咁容易刮花。但係咧，蜘蛛鏈有嘢要留意喎。通常咧，有啲國家如果你嘅滑雪場係非常非常之天氣唔好嘅，通常好多冰嘅，有啲滑雪場地咧係會話唔准你用蜘蛛鏈，淨係批准你用普通雪鏈。個原因係因為咧，蜘蛛鏈始終就咁係笠住個車胎出面嘅啫嘛，雖然係鎖死咗喺嗰個螺絲帽上面，但係都有機會行得好快就會甩咗出嚟。咁為咗安全起見咧，有啲好大雪地嘅場地咧係會唔俾你用嘅。當然啦，最緊要就係自己 Google 翻睇翻去嗰個地方邊個地方用。如果你喺澳洲，咁我喺澳洲啦。如果你喺澳洲維多利亞省嘅話咧，蜘蛛鏈咧喺好多雪場都係唔用得嘅。但係新州、新南威爾斯咧就係冇問題嘅。咁究竟鏈係點裝嘅咧？講真，你嗰條鏈咧可能同我條鏈都有少少唔同，不過原理就大家都差唔多噶啦。最緊要裝之前喺地下度揚開，每一條鏈係要散開曬，要拆個扣拆曬先，然之後先至慢慢推去輪胎嘅後面，千祈唔好扯出嚟喎。點解？因為如果你一扯咧，條鏈就通常會攝住咗車胎同地下中間，你係掹唔到出嚟。而當你將個扣扣咗之後咧，你要慢慢揚翻啲鐵鏈嘅前面。但如果你之前冇散開曬啲鐵鏈嘅話咧，這個時候你啲鏈咧就一定會舐埋住菜噶啦，你就要拆翻出嚟，慢慢再整個嘅。咁之後咧就好簡單嘅啫，基本上要扣嘅地方就扣，要上鎖嘅地方就上鎖，然後慢慢慢慢揸十零廿米，停一停，望一望 ，check 清楚先至繼續揸車，咁就冇問題噶啦。記住喺雪地揸車咧，有鏈嘅時候通常唔可以過50米嘅，所以大家都要小心。而至於蜘蛛鏈係點裝咧，咁我就喺呢度唔多講啦，因為其實我拍咗另外一段片，各位觀眾可以睇翻嗰段片，我喺嗰度好詳盡咁解釋咗緊蜘蛛鏈係點樣裝嘅。好，今集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。講到尾去旅行嘅嘢，最緊要玩得開心，亦都玩得放心。無論你揸咩車都好，最緊要安全第一。
有雪链的，就算遇到风雪都不用怕嘛。希望帮到你，我是 Kelvin， 下一集见。